下个月开始就好了。我就从中国回来以后，我就多陪你一段时间，陪你一个月。好吧。我这回发经销商，把海神冻结发经销商，我把做干货，因为冻海神做不了干海参，干海参只能新鲜的做。我现在我这周去拉活了回来，这些能做。